外气之门的机理和咱们智能宫的混元病理观是一致的，这根据外气咱们智能宫的混元病理观，根据这个理，咱们混元病理观是什么呢？因为得了病，就是人的混元气，就是生化和混化失常，生的时候不正常了，混化的过程失常了，就是这么个。 简单来说，归纳起来就这么两句话：一个是生，生不出来，生的有障碍，生的不正常；再一个呢，有的混元气和还在进彼此进行混化，混化的时候，混化不正常了。咱们在讲人体混元气的时候，不得讲过了吗？人体混元气的生成，生成混化，讲过这些问题了。所以在 我们同学们呢，你要想把咱们智能功认给了解它，就得把这基本书前后的道理要结合起来理解它，嗯，因为咱们讲智能功，就人体混元气嘛，得把人体混元气弄熟了，混元气生理懂了熟了，那么生理一个不正常就是病理。 混元气的生成无非就是一个生一个化，就这么两个问题，生和化不正常就是病。那么你要治疗它呢，就是正常呗，啊，就是正常呗。所以这个正常啊，怎么样的正常？怎么才能是正常？因为咱们知道智能功讲混元气的时候，人的混元气。 一个方面有神在起作用，一个方面是气在起作用。我们讲气体混元气、脏真混元气、元体混元气，元体，而且元体这个混元气，这个神，它和脏真混元气和体混元气都密切结合起来了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你一方面你要想治疗疾病，得把这个神让它正常了，啊，得让神正常了。第二方面呢？ 让气充足了，气通畅了，就这么两方面就完了。气充足、气通畅，神正常。因为你人体的组织，它在进行混化，有形变无形，无形变有形，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混化，它本来那个自然规律去变的，而这神参与这个作用，往往是神的失常。 导致了气的变化，气的变化而引起了一切的变化。当然了，也有外界直接的物的变化影响这个变化，影响气的不通畅。咱们在讲混元病理观的时候讲过这些问题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呢，一个把神稳定起来、安定起来，一个是把气充足通畅起来就够了。你要是由于神不稳定引起的气也失常，好，神一稳定，气也正常了。 如果由于各种物、各种气引起气生化不正常，或者是不通畅，你让这个气通畅了，就解决问题了。所以我们智能气功啊，不是着眼于那个不正常，不是着眼于不正常，而是着眼于这个正常，强化正常功能的作用，把这个神的功能强化起来。 让神气通帅气，而且用这个神所主动的来把这个气通了，通了，通了，生生的正常，化化化的正常，这咱们智能功能外气这边的根本的理论和指导思想，这就和古人不一样了。古人针灸治病，它是通畅经络。 让这个气通畅，气通畅，针灸这个来解决经络的问题，经络一通，里边气最后就通了。我们在讲混元生理观、混元病理观讲过，说那个经络实际并不是经络气在流动，而是各个组织的混元气。 它融成这么一个气柱子，由于血液的流动、肌肉的收缩、
淋巴的流动，神经兴奋的传输，而使得这个气柱里边有了那么一种动的感觉，动的感觉。所以这个经络实际上它还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混化啊，不是那个，还不是那个混化。是那个经络是什么呢？是各个组织器官的周围那个气，也可以说，换句话说呢，就那个器官那个气的气场，那个气场一变了，融进了那个经络里面气柱里面的气也变了。经络那个气柱一变了以后呢，那个、经络不正常了。经络不正常，通过一扎针把那儿一调，调正常了，谁的病好起来。这样治疗疾病呢，实质什么是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把这个周围的气场给调整啊，这里个东西他这病了，他这一病就是气场病了，气场一病，现在那个气柱里边来了，你扎根的时候把那个气柱变得正常了，实际就是改变这个他的气场，所以气场变化来改变这个病，这过去治病这个状况。我们智能气功治病不是这样的，智能气功治病不是来改变经络，而是直接改变这个物体的混化，混元界生成和混的和混化过程，直接不是作用经络，完全直接做用意识的全息性，意识的没有全息，意识的全息性来统帅来渗透，让它正常。